西？有人传病毒。这个档案可以，就是要删掉。嗯，是。你就 report 他就对啦。我 report 不了，不能。不是，你就直接在 Telegram report 他就对啦。先，不能 report。哎，为什么不能？哦，你说那名那是人名哦。他传的档案不能 report。啊，我说，哦，那。可以，那就 report 掉就好啦。哎，我要怎么样转到后面？好，没想到吧？我们又开始直播了。我们现在来直播，就是拼这个 CC 拼图。我拿 iPad 去删。好了，我们要来拼这个 CC 的古地图拼图，那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看看，就是在垃圾车来之前，能不能把它给拼完？哎，欢迎好久不见的 Brian， 什么时候来？就是公聊做呀。你这样开直播都没有办法看好。你可以照样骂没有问题的，反正照不到你的脸，大家也不知道是你。大家都不知道，就是等一下如果听到脏话，大家都不会知道是 Rick 骂的。太棒了。因为我在联赛倒数第二场逆转，爬到第一名。真的有胶水耶，好恐怖哦！胶水，而且胶水是2011年的，九年。太坏了吧？不是啊，重点是就是他没有爆出来之类的，没爆出来的印象，还好。应该有塑胶袋盖起来。太可怕了。通常都会有塑胶袋吧？哦，对吼，里面应该有盖起来。对啊，里面会有塑胶袋。哦，还好啦，但是它那个塑胶瓶本身没有烂掉啊。塑胶是很耐用的。太可怕了。完整怎么样？那通常不是要那个吗？拼图的那个地方没有啦，他买了对啊，那个通常都是对啊，那個、通常都是自己背的，就是你整个拼一拼，然后就挪到某一个板子上，然后夹起来，然后整个拿去表光垫这样子。嗯，来吧，看一下，听说是超级难拼的，然后那这是干嘛的？就是全部拼完后拿胶水涂在表面，然后直接把它上胶。哦，所以我还没有我。我之前拼拼图还是真的都没有那个，垃圾车大概还有半小时吧，40分钟，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吧，就不是很小片。对，应该是吧，不对啊，嗯，没有，我先收拾了，就没有很小片啊，所以大概还好。而且还有参考图案，这个台子不行。一下就爆了，不是它被粘住，它应该要那种反，就是粘胶在外面的倒拼图出来才不会粘住啊。拼图，好，欸，如果对着图的话就应该很快了吧？那边胶找出来吧。哦，好了，边边角角，左边，那还是不要看这张图好了，我觉得这样子好像是在作弊一样。那你刚刚垃圾箱还没来不及吗？就是来不及卖走，这是左上角。左上角。哦，有没有拍到全部的人？哦，全部的拼图，这样子吧，转挪过来一点。其实，对耶，为什么？哦，他直播只能用主镜头，不能用广角镜。好吧，请大家订阅 YouTube 频道，让我们可以在 YouTube 直播。你应该买那个广角镜头，对不对？外接镜头就好吧。哎，这里有第二个，比如说上面的第二个，有字的方面给你哦。可是安卓版。哎呦，然后来拼拼图。哎呦，来，不用做了，直接过来。现在正在直播拼拼图中。哦，好。这里又有字了。不要离开啊，今天啊，你离开了镜头范围了。回到镜头范围内，我死了。就我们的参加者就是出镜了，回来呀，回来呀，动镜头了，回来呀，来，长进者，长进者，长进，把长进交给，一点都不长进，哈哈哈哈哈。那拼之前节目这个半个小时，拼这个是右边还是左边？我下面吧，这个是所以就会变得。不是下面还是上面，还是右边还是左边？忍不住想要就是偷看。然后旁边嘉宾看一下，我是这样。哎，找到另外一边的，这个是右上角的下载资料夹，下载的那个
除了大范围之外，还有一个小区块正在旁边耍孤僻。对呀、啊，回来回来回来，镜头内呀、啊！回来镜头内，回来镜头内，来来来来，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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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加个广角镜。我有广角镜啊，它明明就有三颗。已经很广角。只是不知道 YouTube 怎么切而已。我们把它往后拉，往后拉。只是不知道就是。往后拉。Facebook 要怎么切？往后拉什么都有了。往后拉。我记得它只会认前跟后啊。然后现在线上有一个人正在看。这是个问题。就那个 Brian 啊，好久不见的 Brian。现在线上就一个人在看，两个人多了一个。但是他这边好像没有办法显示是谁进来，真是，我们就没办法打招呼啊。真的，直播组就是要打招呼、啊。应该只是刚好卡住，刚好被我的这个挡住而已吧，把它转过来。好了，把这个反过来。没有啦，他就是说他直播的那个没有办法显示是谁。哎、欸，不是，哎、欸，是啊，对啊，对啊，是还是只有一个人呀？对啊，没有更新啊，明明就有四个人在看，欸、没关系，没关系。哦，还是这次只是看四次，而不是有四个人、啊。没有没有，就是同时有四个人在上线，那就是有三个人看，就是不三个人不表示那个身份之类的。没关系，哦，五个的五个的，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多多这个。现在我们这一台四十分钟内拼完这个拼图，这一台是在拼图打神拼图。又走到一个，但现在结果只拼得出上面那一天。没有，因为它版本。现在拼图的这个内容呢是 CC 地图，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哎，然后镜头前面。上面 CC。好，拼出来应该要像这样子，拼出来应该要像这张地图。这张后面还有对啊，还有书。问题不是那个地方，是要把它接上。这个地图，这个地图，这个地图看一下它的说明。没有，重点是。盒子的后面有盒子旁边的说明，它的说明是，它的说明是没有说明，有啦，不是啊，有啊，不是，我不是要看它这个这张地图，我知道，我是要看说，我是要看说它到底有多少片，哦，它没写，它没写，等等等等，好了，那接下来的话，地球、啊，也不是他创上去，而是我要找到大部分的边框了。要踹那个不同版本的时候，他就已经有更新。除了边框以外，接下来要做什么？紧急的事情要弄。先组什么东西啊？例如说，哪里有写五百啊？到底为什么拼图在就是拼图在盒子里面会自己就是正反结合在一起？那个烂的方法是那个神秘的现象。例如说七月好了，七月有三 D。在你还没有打开这个拼图的盒子之前，不知道多少拼图是正反结合在一起的。哇，这为什么？一天一天抓起来，每一天就有。OK， 好。拼图是先就是印刷出来，然后再切，还是先切，然后再印刷的？跟先印刷出来再切。然后切完之后再打散。就总共就是三十一层。好，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你看，又有一个正反结合的拼图，这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存在？后端雷，它就是卡进去而已，因为纸是有一点点伸缩性。在盒子里面，它会卡进去。两个都不是吸体，然后最后吸体接走，然后他没有切，没有切穿。嗯，所以他有切，但是没有穿。没有，是目前要解决上胶表，对，然后发有切，他们比较紧急。哦，当做是有在拼就对了。原来市面上也有拼的拼图，真棒。有钱人家都是花钱叫人家代拼拼图吧。太贵了，但是等一下，你叫人家带拼拼图就没有意义啊！啊，那你买直接买不用拼的拼图，不是一样的意思？直接买一张画不是更好？那个其实很好解决，只是他们现在没有挂拼图跟挂画一幅画是不同的感觉，所以我才先搁置，因为有更严重的，最后一次开班就排不进去，更文青一点，然后显示也显示不出来，然后他所有的 error 都不是。挂一幅画的时候，人家问你说他是不是真机？挂一幅拼图的时候，人家就不会问你是不是真机。前几天看到一个这个，它逻辑有个踹片，它是包起来。前一阵子看，前一阵子看到世界上最难的这个拼图啊，世界上最难的拼图，它的切割呢是整个拼图里面有五片看起来像角落，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到底哪一些是角落。五片像对，就是它有五片是两面平的。
所以你可能拼到最后发现错了。靠，就是它的拼图中间也有平的，对。对对对，中间也有两个角是平的，然后你就是要一直，而且因为它是没有图案的、啊，然后正反都可以，所以你就要一直想办法翻转出来。可是它的形状又不重复，你没有办法拼错。因为今天，这设计是非常困难的。也是一个超难的。这个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其实不是一样的。太松了，还没有参与，我没有。T R A， 大家现在都 M A R， 我看到了 Mark， 就是我看他们都，还有看到了 Century， C E N T R I 什么的。我跟你讲，而且 Mark 有两个地方，所以有在进。哎呀，你不要告诉我啊，我作弊了。没有，不会啊，看图是跟正常的状况。这应该是 Pacific 吧。没有忘了 Pacific 的一小部分，完全不看原图在录。这是拼错了，厉害了！这是你刚刚的，这是没有切到。他没有过吧？他这个我看到，我看到那个，然后我就去点那个拼图，他这个我就发现他没有在。直播人都一直觉得太无聊了，因为缺乏主播跟他们互动。就是那个主播比吗？然后还要在这里是他说他学吗？然后在他说，所以他是离职吗？没有没有，他就暂时。你就可以回到二十年前去跟司机，去跟陈。去跟承包这个拼图的公司要。其实这个拼图拼完了之后，就会带我们回到二十年前。这边就会出现一个那个时间的那个时间的裂缝，时空裂缝。然后他跟我直接主动私讯我要先来拼这个，就是有字的这个。那个欢迎大家抖内哈，欢迎大家抖内。直播不管怎么样，就是要抖内。我们应该没有开抖内。我找到了埃及的一部分。埃及哦，埃及的一部分。就算是广告，只看字而已，没有字，不知道怎么拼。可以啊，可以。也可以看线啊，对不对？或者你也可以把线有点难。LIS。反正我看他进来也没有讲。你可以把颜色相近的先摆在一起。后端就是明显就是这样。很多字的机制的，这个是在这的。然后他跟我讲。这一下边。然后我25岁，我不知道。很多字的节目吧。就聊到这个，然后觉得，然后还有就是看起来像是地球上面的线，各种尬聊，这没有问题吧？对啊，我是说他突然密我，看的是另外一个尬聊，全部都是聊一些，这还有一个 MA， 因为他也不知道聊什么。哦，或者是你可以找那个地，对，找那个赤道线很特别，像铁轨。功能怎么样？对，都可以。你找出这个，就是这个绿色的这条线哦。对对对，你找出这个线都是横的，然后它有一个是曲线，一个是直线。两年呢，它那个扛一路。收到了主播的提示。哦，然后我跟 Cindy 有说，这个线都在这。哦，可是这个线也有在最外围大圈圈。反正到时候他可能就是一个圈。对对对，就是边。因为老板好像有那个红色的是不是赤道线啊？白色的是。他跟我说，就是这个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我跟他说啊，你是学生，红色的是赤道线，红色的是赤道线。啊，我没有，不好意思，太惨的状况。我就说啊，很惨。没有，我就跟他说，他学生啊，那个。哪一种大字吧？对对对对，就上面有那种小小字，很小的小字。反正就是，我就没有再讲下来，我只有跟他说，就是应该是地球的陆地的一个区域，然后可以加。对对对对对，哎，这有边呢，找到一个，找到一个边了，就是那个边，又找到这个边了。所以有了这个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一堆拼进去。我想要先进去，那个边就是一个大的。我想干嘛？因为这个东西，我蛮有兴趣的，而且我觉得啦，他感觉全团队啊，感觉就是跟亚特兰蒂斯之类的。我觉得美洲的这一间东西，我发现这个可以作弊。为什么？因为这上面有，其实赤道有点纬度，像这个2024，就是所以这前一家，看来是个地理外商，地理系的人才可以听的拼图啊。然后我就看了经纬度就知道怎么拼了。不会不会不会，他这个经纬度如此的简单。我不知道说他就是有上传，不然其实如果他那时候来找我，哦 ，V R， 我找到了 V R 呢，感觉这个拼图都是很符合现在趋势的。第二，哎，那我们这边还缺一个前端哎。好，我没有看到是可以跟现有的字应该写的。因为我主攻外观，这一堆线把它组起来。这一堆线把它组起来，这边缺成一管。
前端，你懂吗？就是我 API 已经写了，没有顾到画面。刚刚到底是不是就是完全都是主播的头顶呢？没有，不会。因为我在这边，对我来讲是比较得心应手。我已经抓了，对啊，因为上次在讨论那个网页版画质是什么的，我今天收到那个切板切好。因为上次你说你要解那功能的图片，我对，然后我也找不到那个解图的。可能为四十，那没关系。不过那个设计师他说他有一个 app 的设计图，不，这是南尾七十。然后他说他之后会整理一份那个 app 的 view。他会开给我啦，啊，他如果要给他是设计师，这是最他已经开好那个 web 的 ，OK， 对，然后他是用 C 开头那个，就是你说的那个有 CSS 可以直接直接来宾这个先来宾外围的北纬南纬东经西经的部分哦，七十八十四十啊，七十跟八十居然连不起来。欸、因为它有两个球啊，这里有八十，对，也有八十，这里有八十，因为它有两个球啊，必须要固定两个球。居然记得科，这个哦，你也在拼，那总共有四个八十，对啊，他就是开了个给我，然后他说如果是，之前前端在这里下一个有点前端右下角，前端是圈圈，哦，这边的哎，这边的三十。左边的边，稍微练一下应该就可以。左边的三十，只是我比较慢，就会说那个四十，这是右边的底。不会有遇到问题，只会遇到就是我可能会看比较久一点。我要左边的框，我觉得应该是跟左边框有连左边框的。前端基本上，哎，找到一个。你要分成两块，左边看六，第一块就是说，你要把边框，再说你要那边点这一页会怎么。上面会是右边的框，右边的十。好，这个是，然后这个是左边的，那这是右边的一，右边的十，另外右边的十。我是觉得是很快，只要你手的，就是说你稍微做过一两个，做过几次之后，他用什么翻译啊？用 Connect 吗？还是什么？这是左边的。基本上前端就是用那个 React 那个。出来是左边的，那这是右下。那个还好。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写好就好，你只要写好，后面就是 copy 贴上去。哦，有没有 ？OK。然后再来就是说，好，但有一些真正的功能嘛，就是说，左边的二十，左边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它一个可能有一个真正的功能，譬如说这里有表单，然后来送出。先找这个正密码的，这个那表单的另外一个就是正密码，这两，这我刚刚这边有一点下去那一下，我找不到。下那个动作就是跟 API 的设备传，啊那边就是透过那个就是一些就是打 API 用的，那是直达，就是一般文字的，所以如果你就是前端这块，我那时候没有讲嘛，就是书写设计，好，我可以找带就直接一下，找我可以带你做一下。那你该做就快。它总共有两个，一个是圆的，一个是。不过它原本是说书写体的书写体的字。书写体，你说的是 A P E 的那一份吗？书写那个 center， 这里面是，因为我现在在修后台。底啊 ，center 那一个比较干，那个是刚好是 React， 然后套了 Fuse。center 那一套比较尴尬，是说它的哦，实际听起来之后，实际开始听之后才会知道说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说这个很难听，真的很难听。那。如果你用了那个 template 的，就是很多就是风格，会是那个 template 的风格。哦，这上面还有，然后我会建议你说，没有，因为他们 web 版他们说不急，而且是超级不急，但只是主任要哎。反正我的意思说，其实如果你反正你都要拉出了一个二十跟三十一样的话，我觉得其实。那个从头拉到尾，其实，啊，但是我现在要修后台，所以我现在二十跟三十，我 API 开好，现在要开个新的页面后台。边还有边吗？那应该就是七十，直接改那个七十那个，对，七十。我现在在摸了，已经就是插 UI 了，然后 UI 完之后，我确定测试 API 可以动了之后，还要再加新的。今天见老板打电话的时候，就是反正就要问一些说，跟他说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然后就是后来他已经叫我说再帮他找人。零七，哇，零七，没有
较轻松、啊，这样我就可以专心用 API。不然其实你知道吗？扣的很脏。我挣了这个拼起来了，呀、yeah. ，五十。唉，上去升了。不然我现在是前端写一写，缺后端再写一写，再缺后端。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其实说实在，我自己的感觉是前端就是左上或右下三十，嗯，它速度就你要哪一个方向的九十？可是我的问题是在于，就是下面的九十要调一调，切过去调一调再切回来。我的意思是，就是它那个开发的那个悠长度会比较不一样。这是右下角的二十。不知道，因为我之前在。就是之前在做的时候，就是左半球右左半球右边的三十。反正，count功能是不是把那个分开啊？就是有一个什么 state 哇，边框的进度超快的，对不对？这里吧，边框边框，然后这两个边框是相对容易有底框，应该有外框。有底框那边，这里你要 dispatch 是因为因为我要拖 API。那我是不是把 API 它现在是上下元找完了？它现在那个右元左，它的这里那个有一个二十，这里十那块是对是接上课，这边应该都是左元，是中间上课就是左中间，这也是左元。你可以查一下，你可以查，现在还在回到元百没有？哦，七元百八，反正我已经快接成一圈了。去查一下这个接上。它就是，它有加这个吗？你有看到？上壳就是让你去取悠悠，它里面有这个吧？上壳是让你处理非同步，因为一般你在做 dispatch， 然后动作是同步的，但是如果你的 dispatch 的动作是去 call API， 当然就 API 是不同步的。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直接方向不对。N I 或是 I N N I 两个，上壳的话好像就是就这样，边在拼拼图，边在解字，反正它有一段边在拼字游戏，就上壳这个八位数是够很短，就是一小段的，然后好像才是十行吧，然后里面就是做一个判断，就是判断它是非同步还是同步，然后就是然后网上有件，我上一个包是交金量，有这个，我们可以找一下。他目前有上边框的下缘，他现在那我其实就照用其实也可以。找上边框的下缘，因为不影响，主要影响是上边框的 UI 的流畅度吧，因为他要么就是白画面给你看，要么就是给他一个圈圈，让他转是在这之类的。白画面是有出错吗？还是边框？还是你要不要先等等看后台，看一下小时光的下面，这里是后台。我已经很久没有开那个专案。是啊，你直接开那个不找群呢，别人登照片。哦。对啊，叫 center 点那个，它总是 center。上面的八十，它好像原本就这么慢。上面的八十，先有上面的八十。没也可以。有，刚刚上面九十在你的。改怎么慢？它叫做 cosine， 对，就是 cosine， 就是右边的八十。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上面的八十，也有一个右边的八十，这边是左上角的八十。这个是下，这个是左上角的八十，这是左下角的八十。哎，我刚刚看九十。LIS 六，这里有六十、四十、七十，又有一个八十。那在左下角已经排满。哎，要等它一个。好多八十啊！好多八十啊 ！B。然后问题是那个加欧诺那些都不能。完全不能。T。我还没看这个。T A 有的 ，C B 有的 ，T A 现在白 C 有的 ，C B 啊。会有应该要。它应该标准，它应该就是有三个后面是什么？它
他应该不需要出现加入。对，我觉得万一是练的话，万一是。对对对，但是他就不知道是不是。你要去看一下扣为什么？对，会出现。我还在找位置。我看到找台铁人了。不然就是我直接去看这个 Fuse 的 Calendar 就行。妈，没有啊，你直接你不知道。这边有英文怎么骂？我的锅。就是我引入了 Fuse 嘛，对不对？对。C F U S E。我靠！原来全都在这里。我公配抓包了。的锅，我的锅。我公配那个。所以你是你是后端吗？你是后端的前端。我就当初就是记得啦，这全部全部记得账号。那时候就是基本上是一个人做 API 加 Web 嘛，然后一个人负责 APP。苦主在这里，辛苦了辛苦了。我已经逃脱了。我一个前端，然后接大家的。前端是 APP 之后你也是我接啊。哇，那我现在的状况是有一个叫王什么王？那有问吗？哦，就是你怎么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Centric。没有啊，因为他之前就是那时候就是三星光，然后对，我要找一个 M， 找到一个 M 的，什么对，不是这一个。我看一下我的天哥。哦，对啊，就是好像我离开的时候有一个，因为我看你全部，看你全部 try cage 起来，我很惊恐。啊，全部 try cage 起来。有一个叫做Estopia， 哦，对 ，Estopia， 那个很可怕哎，那个。一通一定要带着吗？有，那你可以看一收扣，我帮你看一下。好，啊，这应该还好吧？没事，接着我看，想不到。你找我吗？小猪也行。之前的，我的锅，小猪。我想说，这名字好像很熟，很熟。健康也说那个 Fuse 那个 Fuse 啊什么，然后 Ecare 啊，对啊，我就想应该健康有。而且你看出来，那有一个最重要的哦，对对对，就是没有，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笔电，我们现在笔电太小。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我已经很久没画了，画差不多。不是接上面的吗？也不是，不是接下面的吗？没有，接下面的。坏了，这里。现在看很多接合。我看一下啊。哦，下面接下来。你是碰 API 的吗？右上角是。你的网络基本上是。也不是这个，也不是。做 API 跟那个，基本上右上角边刚好也是。去做那个 API 啊。右上角的边就是我的边。对。其实我最那最主要那个什么后端。嗯。结果。右上角边框。我在等一个前端来帮忙。L1 B1 那这边还差一块。加油！然后我就进来看，然后看一看就发现。BEVAR 有这个嘛 ？Redux 的那个东西，然后去 call API， 然后 call 就发现说，哎，其实里面有那个。冰光好像没有这边啊。我忘记是哪里的，然后它就出现这个。直接被拆开举起来，然后就很尴尬。这是到底错哪里？这里。这个位置。然后就拆个边框。应该是在海外。因为边框应该还有，才会接。这好像不是。边框这个。边吗？有，这个是左圆边。好像是吸进去的。左边是它那个吗？左圆的边。这么快吗？这边先放一下。对，但是这个 file 居然主线的是差这一个吗？没有，因为我正中间，对，跟他的那种。哇，赤道是正中心点，赤道就是一条直线往右，往右延伸。好，这2018年到现在，里面大概有边框。应该是，所以现在是大概是边框的点是少，退出这样子，对，还没有边框。在边框最大。不是我说，因为我那时候的边边整个立，整个那个边，整个立柱的边。那个时候 Apple 三刚做的，那时候只是为了求快，所以就是我
难，这就像是一个就是拼拼图的实境界。就直接买复刻。我看到里面很多这一堆往上对吧？那接下来的他们说可以直接上线，然后我跟文哲的，结果我一看到右边，那右边不对，右边接不起来啊，这有错吧？然后你看好多图右边连不起来，狙击没有很好，左边连起来，但是右边连不起来。因为有些辅助他们的左边有说不左右说在右边，已经执行的代办事项。然后他说要这里这里最错了，问后台能不能修改，不行。这个，这个 app 那这样子右边很少的片，注册的时候踢完右边，右边右边。然后后台能修改吗？好像不行。右边光目前有一个不知道在哪。应该蛮好找，就是全屏的那个，那个那边有设定，然后改直接进地图。那个是全屏的。有没有荧幕前的观众啊？看来是太阿哥。看来拼拼图实在是太无聊了，大家都走了呢。拿来看，不是拿来管理。我是过段时间感慨一下，你今天到底成功了没？对啊，一开始。我来看有没有办法切，荧幕切广一点吗？你的观众要怎么样？好吧，看来他就是不能调那个。他不是后台，就对，他不能切广角镜。所以他这个根本可以全部打掉重来。我的意思说就是，可能资料库在，然后 API 在，但是 Cosette 不能。好吧，看来就是不能切广角镜。对 ，again， 或者叫 get 过之类的。OK， 没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大工程，因为他们其实已经七月一号上线，结果六月三十号就放出超多问题，然后他是。政府开放资料，创用 CC 授权指引，还有一本是分享混搭再利用。然后确定有可以混搭进去。所以会混搭一点。然后有可能是混进去。有三个等级嘛，有一般的跟种子班嘛，一般种子班，然后还有就是旧对，这三个，然后再乘三十一点。好，继续来。这个三十一可以不用乘啊，而且这个三也不用乘。没有，因为当初那时候就是为了快啊，为了赶鸭子上架。对，我们大概一礼拜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然后给我们给那个，所以就之前的，我大概就做一天嘛，一天一整，而且那个救火从右边不有那个一开始，那是慢慢追加上去，所以才会变成是这样。我后来就把 API 加上，后来第二次直播的连接没有上去，有啊。他们切把那个
NC。NC。ARDI， 我看一下。我刚两个印刷体也印出来了，可能是一种。这里有一个书店名字。那总共我一、二、三、三个。那这边应该是第二个。对啊，那就从这边磕。我觉得可以从，如果说这个很简单，没有问题。但我练的话，对啊，就从这边先。这个排二级包地，那都是主任想要的，是因为他们。剩下的这些左边，所以现在左上角，现在左上角的还剩多少？但是我觉得，因为经纬度很少嘛，这是右下角。然后那就先把它改到大概都会知道，那都知道大概是哪一些。哦，其实也不会知道是哪一些。我觉得最近都偏前，因为好的在这边。啊，别人说的话。最主要是我现在送完这些，然后 KOA 比较少，但是 Express 没差多少。还好啦，现在问题是在于说我整个基本上把整个重刻的球很累，对啊，就是其实功能，对啊，这功能他要把这个东西当做是后端，然后这个板块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定制，不是说不知道怎么改，而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跟更新。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公司的时候。就是你也知道嘛，我做 API 右下角的零零，哦，要跟着动，所以会跟着动，所以我们才定了这个版号而已。对，那所以现在你一个人的话，应该是四角都有脸，一个群，我觉得应该是四角都有脸。所以这里面都没有 load 人工，这个是上一个画面的那个内容，这应该是机体。哦，接起来了。就是点开，然后它已经开 API， 然后跑给我，所以里面的、哦、再走下一个因为这个点开在最中央，四个角的大概差两片。脸，然后还有很多问题，还有人脸吗？我觉得这个，为什么有边？哦，右边的边，最后一个边，这群是进不去。嗯，好、哦，脸。再买一次。哪里有脸？已开进入资源是 OS。明明就有四个人，那这个就是说他已经在 NI， 那这个应该是跟之前是开启的，这个他们右上还是右下？什么意思？就是医生应该是已经开好了，现在这个应该是左上个客户要点进去，就是点了进去。哎，这个是脸，这是图上的，应该是哦，好吧，不是这四个人其中的人，他没有讲，就是边框跟边框丢在群组上。先找过这四个人。听说也是请他们这样子丢吗？不是啊，这四个人到底是哪四个人？我找到头了。因为我是时候，我在那时候还找很早的啊。继续。对啊，那时候就是看 DP 去。而且你看后台没有完整。哪都是。都是写一半，然后。这边先等一下。对啊，城市是城市有。这边是没有城市规划，我们都是这。我觉得整个开发架构很完整，但是功能都好差。这个三十。哦，然后这边还有看到一个修改，这个。走。对啦。哦，一起。嗯。然后他改了这个东西。四十。嗯。然后导致说就是这边。嗯。这个都跟我关系比较，这个都被太多按键。元件哪里？他把它改成会员的这边的状态的条件。五十。嗯。奇怪，你是说改了没有跟你修？哎，我可以看一下，在应该在这段时间没有，因为有一年都没有追这个进度，所以总的来说我很了解。对，这个打分，然后开不累。这个是哪一组可以修啊？找到我了，这一段。找到它的下面。这一段我会开通这一段。嗯。然后我现在是以前的写法应该是这个。嗯。它如果是图扣的话才可以扣。嗯。就是让它可以按这个按钮。嗯。然后这边有一个 commit 是有这个。
是人脸。再往前吗？衣服。再往前不一样了。不是谁，他是一九年的事情。知道。就这边的。这样写。嗯，然后后来又改，对改成这样。我本来想说，那找到位置。这个应该是使用者，这个是客户状态。嗯，如果客户状态有在其中有一个是有中的话，它才会显示。可是问题是，一是不会有那些状态，然后就临时赶快把它加上去，不然他没办法在后台做那个启动合约。有一个只有绿色角，有一个绿色的角，出奇的灵异真的是厉害。刚好在就是三角形，因为出奇的中间三角形绿色。是那个 call center 管理那个。今天可以分享。是左下角还是右下角？不是很懂为什么他可以。因为没有啊，就啊，你看。为什么这边可以修改，然后医生这边不能修改？那这个安迪发是怎么生出来的？为什么会有？安迪发就是你弄的你有像不起口，我知道安迪发怎么来，我是说安迪发为什么会出现？很奇怪，就是当初在建那个房子的时候，在哪里啊？这里不是在那个后面，在后台会员编号，会员编号在后台，在后台那边有一个有一个深层那个，这个吗？你有编号？就是五百片的，没想这么困难。在这个，再走到另外一个赛前面，在 VIP 这里。你这是看谁的？对，这里，这是 VIP 卡的 number。对，就是他呢，不是我忘记什么时候他会去生成一个那个编号，然后编号他有个生成的回程式，然后是在写在那个 interest。你有拉到下角，找到了呢。好，还缺一张脸，两张脸。是哪？API 的 API 的 E 啊，哪里有 E 啊？TERRA。哦，查查刚刚那个是什么 ？EIC 的 EIC。这种三的三丘。啊，就三十。这个是马总，这个数被分解掉了。然后这个钱怎么分？这个是 master， 这两个都是中间的，这是资料。这个数应该是十万。还有一个是中间的。这边里面，这边里面。又是啥？不可能。地图赤道，中间赤道这个应该是这边，因为它姓木的，这个是上面的。没有没有，它是一个这样的图形，它不是这样，全都是这样。这个背景没有办法，它是应该是什么？好像不是这一个。零到六，然后在零到六的范围就爆掉。是吧？中间有一个星星。这才是那种 V V V 在这一排里面，然后。对，就是 A B 中间一个啊，赤道剩一片就完成了。看起来很像是这一个啦。这应该是 B， 然后另外是少一个星吗？然后那个字母有，我现在不知道它是不是吗？那这一个是这一排的模一颗。U A， 没错，这个应该是一，是它没错，在右边啊。我是在这，所以它一直抓上少一个。没有，但是一秒钟可能看要。继续找脸，那怎么伸出来的？赤道，剩下的那个赤道。伸出来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开通还是哪个？感觉我们可以来把这个绿色阶段，它就会去触发刚刚那件事情。绿色。然后对了，然后就写成点。知道，但是它有好几个大圆，所以有点。没有没有，它只有两个大圆。对啊，两个大圆。然后上面这边，这边的话是，这个是中间的，还有这边少的就是。这边它左右对，所以这不知道是左右还是右边，就感觉应该是因为这边已经20、30了，这边不知道怎么整的。什么？它这边在连接。这个20、30。它的那个，我只能说 API 真的乱。它 Glog 的名字。颜色是不是太近了？它需要。
加安拉加，然后他这个他去查这个东西。垃圾车来，垃圾车来是啊，拼了，挑战失败。才发大好吧，下一个挑战是能不能在今天午夜十二点前把它瞬间放手的，放的好宽啊！哎，吃到了，吃到，最后就是吃到，还有还有，就是我知道，但是现在问题，讲说他问要什么东西，我们马上来拿。去加这个功能，然后我们没有想过说怎么样去办，这边是 Mars， 对，所以我们就你就看到说，找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北回归线，非常乱，因为我们并不确定北回归线跟南回归线，我们自己单纯做测量，我现在要啊是，我现在找那个北回归线，所以你现在有没有经过台湾？所以我看是我们能不能帮忙，不能，或者是就是阳光直射的线，就是那边嘛。那边是北回归，那边是在阳光在猛在塞光，在春夏至跟冬至的时候直射的地方，要让它直射的北界，要很难到，最北就飞到啊，要先写一个线，是吗？这个有点，它基本上它是，我会需要写一个 config 吗？你需要写，然后再上传到复制这件事，对，那起来。学弟以后会需要 IT 系统找这种东西。这下面，打开，很难找。等我一下，这个这边我先放进 config 的进来。这样子一个，然后这个是其他的这边。对，左，然后塞进去。五十四十。工程师要做一个，然后就做。那标准。左上角那个人。那个权限，哦，这个，权限就是他们，但能不能用这个？哦，可是这个，怎么连的啊？他登录我用 medical 登录，但不一定，什么？哪个用 medical？ 哪个是正点？这个、啊，这地球上海太多了，找到一艘船太困难了。是吗？这上面有一艘船。这里又一艘船。单词一个 M， 你有啊？长线就是吃到上下那条线，啊、那条曲线，这个就可以了。对，这条曲线应该在这里。就是 CC 进得去啊，其他不能。哎、，Sales 是什么？我都还没遇过啊。Sales 都还没遇过。当初有设计 Sales 吗？Sales 当初就纯粹是为了线，好猛！刚刚那个试用会，对，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就为了试用会，就想说当初 Sales 可以去推，他们试用会。他应该在20、应该都差不多啊。哦，要 ADM 的 medical 才可以。一般的那个东西。哦，它90左右80是这样。然后上面的，好的，然后你后面现在，哎，会在弱 ID 吗？不是弱 ID， 弱 ID 是就是老师吧？来来，然后这个进去的上面应该也可以，对，我那几个东西对不对？如果打开就知道。不是，这应该是某个人。TRAL I 就是上面的某一片。对啊，就是这两个。哎，不是。那就这两个可以。四十五是一个边。我找到了，当时在做。因为那时候设定的话，医生是很多医生加入，他
Hello， 好久不见，你是怎么上个月才去的？我这是完全丢垃圾，完全丢垃圾，挑战失败。不要乱提哦。对啊，到时候，哎，我是第一个战犯哦，第一个，应该不是战犯，好，第一个。哦，对，我是第一个逃兵找到我。不要乱提啊！没有，我是第一个，我真的是第一个逃兵。所以我们可以讲，然后评估之后应该要是全是语言一种吗？还是其实也都用的是过往，可是过往一定会开电双的。因为我，因为我看不懂全是语言，所以说我等于果然忙了。可以详细解释，可以详细解释。因为我不知道里面还有多少个动物是要承认的。基本上应该没有完整的地方吧，我现在都是能做一些人动，然后 看起来可以用，实际上不能上。但重点是他们虽然在今天，但在七月一号上线。我不懂为什么他们要上线之前都不知道。我想想，我们那时候也是这样啊，就是我们那时候也是他重点应该要知道啊。等到没有，连西庭都不知道。成熟的时候我们再来，还是西庭没有讲，再来做那个。你想要多突力，你想要做多突力死，他不是个 ready for 想要投票，我觉得应该是我们那时候的状况是，就是他要功能要什么，对功能之后就一直加，然后我们确实没有做整体的架构这样子。对，不过我想说等到体力稍微好一点，因为这台也没有装满 C 口。这边卡，那边卡。Sequel 可以版本吧？他那个懂内是在手上，懂内这个懂内有，懂内当初也是，可是我还没装，都在西宁的。因为我们那时候统一这个也在西宁上，应该是我不敢说是在西宁上，但是我们 IT 那时候做法是要申请成功。对，那我自己本身在，因为我们讲说就电脑上面讲了三到四个 Linux 的语言。对，然后那三到四个 Linux 的 VM 主要是。Android 那边我找他，他也开给我，然后 Apple 那边他也是有开给我的，所以应该还好。现在主要是这个懂妹不在我们公司，我可能在问他。可以啊，可以啊，因为我用的是这个版本的，还是有浏览器。还有什么是我没有拿到？没有浏览器太痛苦了。Bitbucket 也有啊。还有什么？我是乌邦乌的 Discover 啊，那个 Pusher 有吗？没有，对，有一个什么撞的 DRO。对啊，因为有些人会直接他的电脑就直接撞那个碰撞机。是这个吗 ？DRO。我可没有那么痛，我可没有那么痛。撞不是在我是吗？好像是后面那个蛇，我有在做。我很懒的 ，Pusher 也是想要在里面做 bug。这个是那个我们的那个 Charles， 我装，就是我没有勇气把我整台电脑全部都灌成一些，都灌成无放的。我现在这个东西是下载下来之后，我资料还是丢到那个 Windows 的硬碟。那这一套你装什么硬碟？我是用硬碟包掉。这个重点专门在放资料，就跟其他作业系统无涉。因为你设立是不见的，那比较好哦，对，你听到吗？你说的那个聊天室，对啊，如果要刚刚我这样子的话，自己至少会要求到两条 SSD。我要另外写一个用酒店，我说全币第一人，所以就不是很希望他。就是说我没有其他作业，就是看设立了解，所以就很。所以你说自己可以对啊，目前刚刚讨论是前端吗？就是反正他的钱怎么爆掉也缺钱端啊，有人哦，赶快拉进去啊，聊一下，有没有问题啊？我觉得重点不是那些问题，这里有间公司不错哦，你不要加入啊，签下去。继续拼，我觉得我们只拼个赤道。我前端才只有一个赤道，所以我拼一下。真的说话，所以你来开始说，答案的话。
没有，其实不止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学，就是这个局限的是大白鹅，不用怕，还有一些，那我接受就给你三十几个小时。check in 的画面不是跳到另外的叫什么？我们说怎么说？前八点 gift 的，你有没有看一下？你有没有？因为你要弄是生物像，生物表情，那我就直接打转 P 面啦。什么转 PN？ 转 PN 当然是写到，就是你没有办法写了才转 PN 啊，变成用嘴巴写。他们是做那个语句聊，一年前的，跟谁聊聊？而且我是转英文的，对，现在有的时候，虽然说现在跟编辑都是英文，对吧？我所以没有做，所以做啊，做啊，就是这个跟酷狗关系，这个八点五分，反正已经在写前端了，有啊，我也是，我是太多在做，我啊，因为我专业能力啊，所以我当然要当嘴炮那个就好。那你要去那边啊，你要去拍一下资深的宣传广告啊。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在管，他们没有在管。我学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现在在写前端的，你要不能继续讲？他们是怎么继续讲？就是继续讲。我自己是这个，他们就是跟对方说，哎，我也是读这个的，说高你上好啊，然后开始泡啊，这个木工的走什么路线？就是我这个是生木工的地方，这上面就变成说越去上课越不太想去。找那个橘色木工上就是给我来，找到之后我觉得。不是哎，我说是喜欢在大学的时候签过那个签过什么同意啊，满多少分才能毕业的那种。哦，就是说他也是年纪满了，需要修的那个 IP 八。对啊，是要修大二上学这样子。对，嗯，我那也是说，就是要考出一点中。而且我不知道怎么接。剩下的那一颗脸，对，千万不要。他给我们用幼稚园的方法去学，把一个苹果弄在简报上面，然后就直接把那个苹果的那个作文题，我们也不需要去激他什么，激他什么屁。现在放弃还太早。先记那个五十音，然后用逆推的方法。他就是念打不完，直到我们知道他打不完，然后再去推，上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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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没错，他这种规则，因为不管怎样，还可以还打。没办法，你要把放在上，然后还有一个规则，你后面因为就是这样子，比如说你看这一个是用了好久。就是这一颗的形状，你是可以预测。结果搞到最后，这颗形状就是那个老师说，我们那个日文老师就说，那什么都不用，它就是一个通的口令，就是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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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然后也所以它的差别是，你这样子就可以知道这一颗的形状是什么，然后就去那一堆里面，它只是分上面而已，它只是分这样子。所以你先把所有的形状都做分类之后，然后再去看你要找谁，就是要去哪一堆里面。通常不太会，因为像这种形状就超多，像这种形状，而且你没有办法分，因为它也可以有这样子可以找的。我知道，但是就是至少你会先分类，然后你就可以先把那个就是那个排版没有清透的图的啊，就买那个没有切透的拼图就好。我要找橘色上面，可以不要这种橘色上面。啊，务实一点的，我们把这张挂在墙上就好。挂在哪里？挂在贴在墙上就好，而且这个
它的好像会变成从入坑到回坑，可是根本就是没入坑。我是没有问，就我有一个想法是鸟的。我现在少飞动态啊。有一个鸟的动态。不行。鸟的命好像是。你可以这样，我现在是这样写，我现在也是可以的，就是。这一段要放在照上面的时候，继续有那个橘色边边的那个 Z， 看它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啊，我被强迫撤退。他没有 I 好就表示，他没有 I 好就表示有问题。就好。他都卡住了，都卡到他的身体了，太难了吧？是不是啊？不要跑掉，就关你帮我撤。哦，他什么厉害？车怎么洗？车子。你现在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只要说录个路由，然后让它正常的跑就行，不要让它出现爱就行。这两个是现象。在想现在它两边是被两条 E Y 的是吧？到了，哎，这个全击败啊！人设破了点就这个你们觉得？这个是对啊，橘色巅峰的上轮，上轮第二排，上轮第二排。这个其实就是把平时的那个 icon 改了而已啊，你是觉得就只有中间那个改了，对边框的方式，还可以哦。哦，你是说这个载入的，然后把中间换掉？哦，不是啊，我说的是这一个。对啊，这边是 open source 的， open source 把它给进去。这颗很对，然后会什么？还以为你说这颗 logo 是改。然后我前几天我还看到那些史上最讨厌的城市语言列表，前几名有一名叫做 BBA， 是边框，你要当我吧？没有，我们说这个东西。还有一个是那个 Excel 里面的参数，杀了我吧！你像什么呀？有人不是。应该是靠近云台，不要口罩，我今天就回不了家了。怎么了？我忘记了，真的很久。我也懒得出来，之后有时间。就是说，这个应该没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回头。找个木板。我今天只要做到差不多，我今天大概做到这里，你才不对，就是你常说的。我找一下啊。我今天只要做到说，你只要输入 ROC 就会跳到台湾就好，在那个。可以。帮你挑一。不要变 PRC 就好了。PRC 我设个403哦。可是这个加了。ROC 会跳成台湾的。我只能说这是。然后403就是你没有权限读这个谣言。就是。你大概也会看到，实际上你读了也没差，因为你先控了。403是专门用来控制的，是这样子。对，403是你不能够读这个网页。我记得，我理解是四零三。我不确定，我之前吹了账号的，像我对到又好像没有对到。还是我就在对到与对到这个之间吗？我这个好像没对到。我想我不会有什么。在做一个道理，对不对？因为我助理账号是，好像可以，好像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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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一时就会列一大堆简体字了。到时候是入境香港，不是在香港转机的时候就被公安部抓去了。对啊，我记得 HTTP 里面还有一个叫做我要是烧过时的。我要从那个是不是上面吗？你当时在过的是吗？不是那个哦。那你敲得到？我刚刚大人都给进去，很多字，粗点字，所有字都拼起来。哦，所以边框也快清出来了。找到了四个，是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HTTP 451。
它是因为法律公，因为法律的原因不可用。那我们真的练习看看看这个，看这个框架有没有办法给我们来个四五个之类的。这个是假的。如果有的话，那就表示这个框架还真的有考虑到那一块。这是下一个，这是下一个。是台湾的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插电，没插，反正它这个东西是直接的嘛。对啊，线路。那有可能是直接的。我的地图我不想让它倒退，但是会留下记录的，但是砍电就不会运作了吧？可是这个应该是这一块。以下就是工程师喝了酒不小心做出来的成果。这一大撮的这些东西，不会爆炸的，不会爆炸就好。对啊，放在那边。看起来不像。是不是？它有两个环，所以从定向哦。对，三个。那三个嘛是就是你看到那三，其实应该就是对那三个做事，就是这个一有这个，然后没有了，这个是一块绿地，这个是你说是可能应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反正这是一块绿地，就是我业务是叫我帮，然后三个是不是这样子？对，然后哎，我上次不需要那些录音的。一条记录的，这个是 Video Studio Code 的，有另外一个是那个 TFT 动的，我现在是那个随心情使用编译器。那这里是四五一。写班之后，四五一，我至少要知道他怎么，因为我已经没有权限，没有办法帮他的。对的，他的员工只是写这样，他不是用错的是狂定线，就很智障。OK， 我用错方法，然后我用错方法，因为我没应该不能够用狂定线吧？反正我们留留后，这种留后门，你到时候反而是我扯不清，对对对。但是我先删掉好了。他原本我只有做这个。对于人的后然后来这个新的建议他们新的这样然后这个是这些基本上都是本机没有错然后你说 Firefox 这个就只是很单纯的我只要不睡了半套然后我还多了一个小肯定就会有什么反应对是这样那这个东西是，我就是直接在这台机器上面做一个 mini 的设置，然后其实反正上线的时候，我只要在另外一边把音乐对啊，我只要在那边弄个环境，然后把这个东西就过去看，然后 A P S 加外搭 P， 知道它会是价格决定的。对，我现在就是现在所有东西，要是我去试试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但是现在好像把它都带概念很懂，不过正规表示。其实刚那个，这是变成类型。对，那他一样的 JQuery， 所以他没改多少。log 哦。哪一个 ？OK， 我这边遇到问题是自己觉得门坑太大是吗？那个我刚刚只是用它在那个开始进行 build 的时候。大概就是，反正我现在就是让他这样尽量跑嘛，然后等练习到最后，我就开始跑资料库之类的，实际上做到要跑。没有人当头去整理完全，大家都是各做各的，然后没有一个技术
我下次可能，如果我真的要开个 server 的话，我可能就把刚刚那些老的都做好，放在 www.5.id 打 server， 我可能就是弄个网址，然后让高中生去传的。我是觉得可以说的话，高中生在哪边？哦，这是他们要的功能，没有被一个人整理起来，没有这个是的，是的，动画。当初的问题是这样。你会觉得让我看一下哪一个？不过拿到这个，反正这里就是讲干话，你是说抛会讲干话的地方？因为我是抛动这个，是啊，抛会加你做的，你先来做的，是啊，这个就很玩快。可是这是翅膀的粉丝，只有这个玩的，都一样。好，可是只有这个玩的没有用啊。啊，这个玩的，接上去。不是重点是这个完整，但你要是没有完整啊，只是没有把这些事情做好。他这里的话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直播组里面开的，就是太久了，直播组里面开的 Discord， 可能这边改一下，就是改一下，然后可能改完之后就漏了。其实我，所以写帖子很重要。不是是。我如果真的在乎 privacy 的东西，我不会放在网络上。这个就要看，我是有写，我是都有写，我每次做的是他有去捞，至少捞一些 case， 然后后面我就因为那个，如果真的 privacy 的话，应该是比较稳定的。可是这样也不行，我还没有找到一个我先找到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我如果要丢出一个 privacy 很加密的东西，我可能目前最好的方式是 IR 或者是其实有时候你上一个加密的东西，比如说他的，我们就讲想的，他也是说他编号是不是超细节吗？我编号就是那个会员编号，这件事情都被你做出来了。对，现在最怕的就是这个。我那个 Steam 就是 Steam 的那个账号，我曾经有一次就是电子邮件一直告诉我说，我的密码被篡了，怎么样，它有出现一个代码，然后这个代码我只要输入进去，我自己就有出去，那就是我就不给他，就是我就不给他输入进去。可是呢，当我换了密码之后，隔了两三秒又出现了。被踹的信息，两个就代表，四个是 year 跟号，另外一个多一个 date， 然后就看后面是花到是什么干东西，先把它的 character 拿出来，然后拿出来之后，从什么来源，直接对上这个，猫不是过滤，一个是猫和一个是，然后再从这边就是正常学习的话，那个 explore 当中就讲到。然后先 fetch event 再 pass 它，然后 fetch 的东西是这三个嘛？这三个。这个三张图这边。三张表。这个图这边。你前的东西，我大概有印象，但我不敢。然后我就把它捞出来，我就是把它捞出来，你看，就是捞个诺诺尼的跟白白的，然后捞完，这个一个还是照抄的。不动它，我就直接照抄，然后 order by 抽屉加上去。一个是到底什么东西啊？一个好像跟 date join 很像。不是，它是那个 objection， 它是 objection 的这些东西。那一个反正你就想象就是说，它会把 OIM 这种东西，反正把那个物件给一起捞起来。那那个物件是一个 date。OK。反正就是这样。反正就是让它跑一个。然后跑完一个之后，你的 JSON 就会长大，会把 foreign key 把它补进来。对对，就根据 foreign key 把这个物件拉进来。对。然后我就不管它，反正既然它有 code， 我就照做。然后照做完之后没有 pass， 我把 event 丢进来，然后就 pass。然后 result 先定，不用怎么样。如果是单一天就直接定，它 event 我全部丢这里。然后它里面。medical 时，我直接建一个 medical 的 ID 为主的，然后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算这个 medical 在这 events 里面的值得，所以我这边有一个是，就靠着，如果是有的话就加，没有的话就是等于，然后 payload 就是
是他的 medical 这个质量的不是，以此类推荐。那如果他是多天的话，我们会多一个内置的那个。然后这个线条我感觉不在，整个是在右边的。整个月的前七天跟后七天。嗯，好啊，整个。所以我拉的范围就是七月，我就拉六月的最后一周跟八月的第一周。哦，那那个。这个范围，然后拉完，然后如果是纯粹日期的话，我就只是把它弄成这样子。因为我这边就不用写成会了，我这边写会了比出去比较好。而且比较尴尬的是，这个在资料库得。这个在资料库里面是什么？然后我现在这边做的都是黄色的，这个没有。我那个居然没有什么。没有，没事。不要，看看有的话再去。我蛮好奇为什么会突然变成新的。因为。我只是好奇有人花了。主要是因为最当初需求是这样。弄一般。那时候是这样，一般医生他是可以开六小时吧，然后当初的 leader 跟救火是只做某一天，整天的，对，整天的，所以当初的定义是这样，所以有点偷懒或干嘛，所以就直接把他就反正想说，反正他这一天，对一天，对，然后他这个只有是那个时间相关的，对，可是这个 date 我后来就看他也是时间，他只有日期，哦，对，后来。因为后来日期要另外塞，日期也是用 period 原则，对，我们用 period 原则。因为后来原本这个就没用到，原本是用 date 想要是去做这件事情，但后来发现这个 date string 也可以直接转回 date， 是可以的。我的意思说就是把它转，你就把 DB 改，然后把这个也改掉，这个已经可以这样子了，所以这个转回非 string 是 date 也是。因为他是在这种怪地方，不会有什么特殊需求、特殊考量，而是他原本就是开的时候想到说，哎，他只是单一。我是这个想法，我开的就不知道，但是后面有没有变数，后面有什么加什么我不知道。还但是只是当初这个真的要我开的时候是确实，因为这个考量很重要的。没有，当初是真的没考量。我老实讲，我当初没有那么很繁杂的考量。啊，我也只是把这一条加上去，然后还加上这个。check consent token， 这应该要加对不对？你也可以不加，然后就会直接就可以呼叫，对，就像可以会立刻出去。他们是什么？他们不加没问题吗？因为我记得他们后面好像有一些是直接在里面去 check。里面你不加，你就没有打那个、啊。所以他基本上是 check， 是 check 那个 off， 那个 off。哦，所以他 check 那个最大的 token， check 只做 check 最大的 token。所以说一般我们就是说要这几个都是 check。common 的 regular 都是直接这样写，就是说我知道就是谁。但有些比较复杂，比如说我们要怎么样，然后 check 是谁。写在这个里面。就有时候就写在这个上面，写在外面。没打过选择题，我只是看到需要打。在想如果全部都没打，会不会爆炸？爆炸！我觉得这个user者没打也很危险。user，你看一下user者什么？他有打，有啦，有啦，有二十就有了。吓死人！因为有一些是像user这个应该是直接抓自己是谁吗？目前内容的三那个，一字面上来讲。因为有些每档就会跟各自摆嘛，担心。我记得我们，我在想挡在外面，就是挡在 app 连接是好，还是挡在就是他自己里面？好像这边一目了然。
当这么多的时候，有时候你可以再分档。我是觉得应该是重构了，这不是分档什么的，我可以解决。已经不是重构，应该是要整个重科。好累、就是资料库整个架构留着，整个那个资料表的结构什么全部留着，都不要打掉。你确定？可以新增，可以修改，不要删。因为我跟你讲说，那个资料库也是一串乱的。对对对。刚刚我就已经跟你讲了。对，可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 Cindy 讲，你知道吗？就是我要怎么跟他解释说，他这个东西是花了两年做白工，或者是说花了两年做出来的东西是不能马上上线，需要再重构。我是不知道怎么讲，会又不得罪到。就是让我这些冰矿已经可以。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心情会最近在走上？如果说真的很好，有钱对。我觉得是，该怎么讲？但刚开始是我们那边真的有做错事，就是工人一直往上加，但是没有做很好的整理啊。我应该怎么讲？说节制，因为我们不想要就是。我不想卖的，万一卖出去很不优的。嗯，如果见到我就见到我了。我就算讲了，我觉得也还好吧。我跟他说，我有跟你聊过我的问题，这样子嘛，这样会不会困扰到你？问题是，我讲出来我不我讲的不见得对，搞不好他们都比我更懂。我要加你一个吗？看到这个边框好难接啊。对不对？总会有什么？但是不应该把它拆开。没有，现在把它整合直接关起来。没有，对，不可能。学的学生水平，到时公司四十，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都来配比，超厉害。也是耶。就是，这个算是那边的优势啦，就是说那边他到底，就是说大家你为什么大家都愿意继续带 IT 新闻的这些东西？我这边的搜索有这些。这边要起始。
Jeffrey 就是那个。有骑士。Jeffrey 是他们的骑士。他们的猴子吗？超人的这个吗？就是一般设计师嘛，对对对，对啊，对啊。分叉线。哦，所以他是设计师。对，然后他们。发现我评论真多，可以啊，这样子说好。对啊，对啊。反正现在都花不了，我还是得自己来。哎，我觉得好像那么难画啊。对。有些东西真的是，然后另外真的是。是吗？这款这家。可以挣一些，比如说双线，然后这个是60，另外一个60，看你挣到了60，50。然后我记得这个在哪个笔记？他有做 app 的切板的话，是可以拿 app 的切板的零食。可是是不是要由他自己在下面一个地点？你是说 app 是 Jason， 就是对 Jason 设计师，也是设计师。这个嘛，然后我目前只看得到 web 的。这个是上面有搜索。那如果我要看 app 的，上面有搜索的事实，就这样。那个手机上的话，就是对。因为那个，就增加要增加，要增加要增加对。所以你那边是开不了的。因为我好像有一天就原本是有的，然后好像有一天它就不见了。对。那个下下去是不是没有什么没有？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自己有一次吧。我现在不灵活，没有特别的。好像不行耶，你看。可是可以invite他。invite邀请可以。对。我是可以去。这个是谁编写的？我们就到30、40，那就是一定是这样子。50，一定是这样子。心里很僵啊。这样子，这边一定是这样子。是没关系，重要。他是。对。还有员工。没有，因为做的不错。哈哈哈。对，是比较辛苦了。然后这边开局这些 CSS， 有一定程度帮助了，但是问题是。很多啊，对，主要是这一张图要下下的。问题是你还是比超越很多，你知道我比较想要的不是这样，然后下下来，而是我不可以所有图都先抓下来。对，就是在这个 project 里面所有的，但没有这个功能，怎么看这个功能没有？它也是边框吗？它也是边框。可是它方向都是它想要的。它上面有字，因为它这边有卷轴，在跟卷轴在一起，在这，是，看起来很像，但不是。应该是，它就有卷轴的，所以从卷轴的方向来讲，应该不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先别动了，看。这一块。Ctrl Shift。就按住 Ctrl 然后点，然后按 Shift 就点，然后就选你要选哪些预算。好像也接不起来，应该是差片给接起来。然后如果他没有开图层的话，就这样好像不能，那你就要一张一张给接起来。就应该就这几片几张的，几张的，对，就两部。30、20、30。就是20、30、40。
们这时候已经有会员了，重点是这个，还是说如果就我看就超多会员了，我是大家都注册了，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像一个底色比较明显，没什么没差，看起来看起来炫，这个炫大就是太容易喝到这些了，对了。我这边接起来了，其实这个是进来了。这个双线是，进来，这个也进来了。这个散落的这一大片接起来了。反过来。嗯，对啊。哎，不是，反过来。不是，这些应该都是吧？这里。这些应该都是新的。可以，这句接起来了。对啊。我讲不说是不是真的要付费退市。付费功能还没办法，对，他没有接那个什么 ECK，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当初说就有接。你知道我们现在他是要先给疫情使用，疫情使用，对，就是先给那些要比较隔离的14天的那个，那个事情，到昨天跟今天各新增一例，境外一例。我们就一，所以你如果加外服务的赖，很多这个要给他们用，对，就是要做给他们用，然后他们就是居家检疫的时候可以顺便可以用这个功能，然后他就可以挂那个外服务的那个上去。对，我觉得就是最基本就两个，跟那个打字速度啊，然后对，那我说，对啊，那我觉得这样最关键应该是两场视讯跟那个。确认这边有问题吗？其他我觉得都是。就是确认的那个文字的烂掉了，所以要赶快升一个出来。然后我升到一半的时候，就有一堆问题冒出来。就像你说的，没有碰到就没有。对，这个就在手册，但他的字在手中这样，所以一定是在这了，没有别的地方给他。你是在哪边看到的？那个东西会不会？我忘记是哪一个。这个字是真的，还是因为只是因为他没付钱？哦，因为我之前讨论出来，因为 JK 我记得没说他是要付费。嗯，好，接下来要补钱。嗯，好。嗯，又是分叉了，分叉一定在中间。嗯。啊 ，JK 没事的，收根都是挂掉。嗯，我看一下，到底是哪一个卦？一个是隐秘，一个是那个是文字的卦，文字的是要文斗的，文字的决定。对啊。然后你是说，就是刚刚那个状况让我去。对。哦，然后我后面还翻到这个。然后我们一块把那个好简单的都抓了。哦，这抓就找到一片赤道了。连这个吗？应该都是那个直射线。哎，王小姐，直射线多少钱？1块2块。奇怪，这一块赤道怎么可以这么快找到？怎么接起来了？这就厉害。怎么又两半接起来了？是啊，怎么忘记到底哪一个？坏掉，因为我现在不太懂坏掉起来了。音响坏掉是什么意思？是 JK 的功能不能用，所以它整个 service 当掉，直接当。这，直接收掉。灯光接完，直接收掉这个。灯光接完，还剩下一个档案。哎呀，不是这个档案，有一个档案有描，有挂号有写。这个是什么？是啊，这一个就是。这个不是。对啊。我看一下，哦，对，你看，不需要的，他缺点已经是零
在更之前好像是在说那个。这边有还有一小角的那个。然后它 product 是没有。应该就真的没有。应该是没有。没有，不是。应该是这样吧。所以不需要好像也没有给我。你原本说要给我的是它的权限的。账号，我知道这边只是想问，如果有机会可以给你账号，那如果他等等呢？他不需要去登记，嗯，直接到他们公司。对，然后直接登记他们吗？是是，还是那个我们常用的那一组？直接登记，那个是啊，对，没有。靠，两个人有理真是，这种指示真的是无法解释。红海，红海，红海，嗯，就是美洲，那应该是附近。非洲，非洲，大致上，这种指示不能用。哈哈哈哈哈。我只在发呆。你讲红海，我只会想我进来了。你知道很多人从国中后就放弃社会科了吗？没电，哈哈哈。那确定直接烂掉，还是他真的就是 API 改版了？嗯，那转过来一点。接个线吧。对。我觉得这个你就自己评估啦，就是说，这如果他只是就是修这个东西，比较快，还是修一个也是节省钱快。对，如果说你自己磕又非常快的话，其实。因为你破关还好，现在重点是进关。你要磕，比较麻烦是你要去用阿磕啊。阿磕的话，对，你知道那个画面？这阿磕是原本就有一个，然后只要把那个事件负责当成就好。没有，我们当初就是抓，我们这个会不选，主要是抓那个，抓那个什么。gift check，然后那 gift check 它就这样，对，所以我们才用。对呀，阿有一个套件是 gift check。哇，这么帅！对啊，真的好爽。3.9多嘛，对不对？那个时候上
八跟十都 OK， 但是十以上的，反而这三天就会烂掉。对，就是说，像就是三点，像这3.91嘛，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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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最高只能上到十，对，那这个，就我只要跟他们一样，这个你只要跟他们，但是有另一个问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跳脱坏掉。那跳脱坏掉，我最近的解法其实也有没有，当然会有小小的不同。我最近的解法是这样，就是我直接把跳脱拿掉，我直接把跳脱拿掉，然后对，然后去写一个 make function， 然后去做。然后跳脱原本是帮你写 go file。对，其实当初不知道他们只是干这件事，就是说帮，因为你 GoP 本身你不没办法写这注解这个东西嘛，当初 help 主要是帮忙这件事情，然后就是你可以直接 GoP 什么东西，然后就可以看到他的说明。对，那预设 GoP 它是 GoP 是直接想它的那个，对对对，啊，就是，这是我自己改多一个这个，那 GoP。如果有够跳的本身是这样子，这个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啊，其实差不多应该应该不会吧？哎，啊，如果你真的要就是上十以上的话，其实这样子，就是，如果只是够不的问题，这个就可以，就是，这我觉得你这个对。你们这个东这个 software 是这个 IDE 啊？我是自己花钱啊，啊，我带着走的，我不知道。对，这车真的很好用，经理也不知道他是自己花钱。我知道。对。还有就是那个，你看，跟我一样没身份。我不是，你是买的很好，我是买的很好。那你是有订阅还是直接买一次？好，我已经第三年。其实我本来是做 Java 做一下，我是就是才三年。我现在是 PHP 起家，然后后来就是后面是怎么才能差？好听好吗？终于快要把 Lout 练习完，其中还操作了 controller。我就直觉光靠老腿会少了一大堆方向。我觉得 PC 下课的直觉。我跟你讲，这不算什么自找麻烦。我觉得自找麻烦的话，就是，你这样有办法整个那个，如果说就是把所有的那个边框都拿走，拿走，然后那个，这个处理是在翘尾才能这样，非常的哈。想这样做，但是还没这样做过，所以我现在可能还要换，因为讲起来就是整理工啊，我觉得对，因为我太花时间。然后想到那个这个拼图界老最喜欢挑战的就是，因为你要，因为他们全部都把，他们知道，他们知道怎么，我讲完他们也真的很，他们就是只能一片一片试。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他们那种坏的都要之类的，就变成说。有点，我那些全款的，就是一直在加工，一直在对，它变成一个整体的，所以你现在就是看到这个，在那第二次确实你要做一些，那我一个人来说，真的，你那时候和那个女角色那样慌，也不是写的好看，结构加工都是有点那个好像在打比戏的打戏。就会觉得没碰到的时候，然后都没事，碰到就刚好有点状况。这样蛮好，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一个规划师。而且我这个是那个、啊，那个灯，有一个灯扣。对啊，哦对，小灯扣，所以它不是一个那个整个灯。如果公司没有借我这一台。在开发不了，说公司因为太那个乱。
看不是没有用的。我的手还没点。就我刚好去，我给你看到这个才是关键。然后我是有点意外，说他们愿意。这个已经是很新的。因为那时候是你他自己买，自己买的，然后我就是2017年啊，大概就是最近哦，对啊，剩下的东西关系越来越难看，越来越难看它上面是在什么东西，因为它只有两个最近是关键，其实真的要是我以前的那台是2012年底，2017年的，所以跑不动，对，因为我之前看机顶迷宫是接那个。对啊，可是重点它只有两个孔可以接啊，这一台只有两个 USB 孔，不是都接外接孔，对不起啊。那要另外买 Hub， 对啊，不然其实四个孔应该是比较好，而且听说啦，就是这么中间这样子就可以放电，这不是北电，这不是北电，这不是北电，对吧？你不要最后发现少一片的时候，不会卡我。他好像是说，如果那个 domain 是组织的话，会导致你的这个账号会被归纳在这个组织里面，然后就很惨。他可能就是全切不了，你用就直接被归纳。那我也不知道。他刚是这样写的，他就是想说，哦，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事情？对啊，现在做到。但是那就把同样颜色差不多的放在一起。好，我就放这个颜色，我这场就可以。所以直接找地名就对了。我是第六行。没有那个字的地名，先看一下应该在哪。所以我猜可能是这个错。好的 ，You are wrong。应该开路。应该是一个错。你能做应该超多吗？对啊。第六版。第六版应该。对啊。有一些名字好像很通用。去到那个结果，因为知道我的，没有啊，还有这一片，就是刚刚一直找不到那一片。连线四杠的最后一片。应该是那个左，就是也不是说四杠的最后一片。就看到我的去了，我觉得这一次是我想最后一片。是，没关系啊，他迟早会出现。他若一直都不出现，就是掉了。这种感叹，这个我也不是专家，我们也快做啊，我也不是专家，你见得他要做啊，这个 plan 是不对，就是这里说它的功能这个没有，它有一些没有，然后我们看一下。
还有丢，然后没有。对，又完成这件事。啊，那个还没完成。哦，好，又找到那个，我以为，我想说那个没怎么样。因为这个也是啊。你就先从外面的，然后再找面部。你现在想几遍的？我已经。上面有超级。外面有。不啊，不是。它跟外面的图都不一样。你应该从。还好没有很多。其实我觉得这是，没有。什么鬼东西啊？地图是为了让你，地图是为了让你那个。这个是不能去。下面是上面这个位置。这个，这个是这里。去吧。这里。你看这个。哇，好。去吧，跟我去。好像在放老师的那种保护区。去吧。这个是指说你送过去的时候，其实是在这个是。然后里面是24，是后是后，对对对，基础这边的话，然后研究地图，有机会，有机会可以再看到地图。那就是应该是那我看一下，用 Google Map 的方式，就是地址打进去，它就弹出来。对。嗯，它谷歌的那个窗，这里。应该就是 Play 的这个地方。那既然这样子，应该这里吗？不是啊。嗯，这是这里。它好像没有。我觉得你可以试着，它的 plan 好像你就直接下它的 plan， 然后直接用那个有没有？弄到一些新的，你就试试看它能不能用。是吗？你讲一下，你讲讲这个的讲讲的。不是我讲的方法。谢谢看。是，这边有讲到它会动，可是它就是那个圈圈。会动，但不用去就不用翻到，不用。我没有，因为它的 wheel 是空的。不会啊。对，真的没有。因为我刚在想。然后这个就是很纠结。对。因为我看到这个会觉得很好的，是吧？对对对对，那是一样的那个植物。好的，讲。它是一个，你看这个网址，这个是 dash， 然后就有个 dash four。那肯定会啊。很支持，对。这也没有图片，然后。哇，很多这个，这个。这是这个吗？对，这是这个。Hello， 我找到了，在这里。看到 G， 每一个在这里，好，这个，你绕过去，哎，这个给我，这给我，靠我要求的，这边还有一个盒子，有一个账号，这边给我，这边可以，盒子，盒子，盒子，我也可以自己办一个账号。耶，谢谢。好的。哦，这边还找到一个。嗯。你这第一吧，对吧？嗯，对。你们可以试。对。然后，这个就是开个新 note， 就是。是有那个吧，有 note 吧，就是说。这里哦，好。我之前是默认组。
到 Hello World， 所以它是真的。然后这边我也收到一个。林业也有。我。哦，因为你们那个嘛，他可能最近。那职业执行的，这个给请指导。对，所以这样的话，你们也是。我不逻辑有错吧？我觉得应该是他从 Chucky 改名叫 Channels， 然后整个 A 片大改，那就是 A 片的。因为我们是有点像接一个通道过去，在那个 A P I 那边，在 YouTube 那边，会不会接一个东西过去到？我这边还要把你的 MD5 要丢哎，你看我这边有个把你 MD5， 所以我要先把这个 hash 过。没有，它因为它有一个套件。我知道，我是说它的 A P I 打的时候连这个都要打，连这个都要送。因为我刚只把 Hello World 给他屏蔽，他就跟我讲说：“哦，你这个没有更新哦，你懂吗？”我把 Hello World 给他屏蔽，然后就变过了。原因是因为他有这个在检查，所以我只要把这个换掉，换成 Hello World 算出来的那个 MD5 就可以了。哦，看起来是这样，但是他因为我那时候是下载，直接下他 Library 啊。所以我们并没有自己去做这个，他那个人要吗？对，是正确啊。找到赤道了，然后一直想到的那个赤道。这个不，它下去了。这个是这个，对不对？已经穿过去，终于可以去。然后应该很好。这个双线的那个云环比较好找。双线的，正向云山的。我看地，看文字查地图。双线的环境下，还要再重签一次，因为我改了 Halo， 所以我这个签章会改变。不是这样，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就交给套件方。我那时候没有自己用的关系，我只能线双线。但可见就是它是好的，你看它收掉，而且我只是用那个。JSB 就搞定了，我还不用特别用什么那个，甚至你 JSB 都不用，我刚刚开场的时候那边就好逗你了 ，getting started。手上有风险。哦，这是谁？哇，那 debug 的范围。标边。所以他好像还是新增，看一下，有吗？有。哦，里面直接，然后直接扫，然后就送出去了。然后。哦。现在有风险。这次要就是打开，然后开一个新的。
会被记者占领的。我记得那时候是被记者占下，对对对，边边剩一颗，对，我们没有做广告，对，我们没有做广告，那时候就。所以不觉得还是那个一天上线就一天上线，我们超多烂的。那其实差不多嘞。再来就是我要让扣着了，好累啊！我扣了整个让完应该没事。对，但是时候，也没有办法时候。或者说这个东西，对，这个地方是写的，松石体的光电。然后那时候就继续这样讲。松石体的光电。然后是学第一个，很老，1990，那个时候是个要被淘汰的年，然后那时候玩的可以，你到集通，我那时候改集通装置，自定装置，然后拿那个 VGO 呼叫那个 API， 很厉害。你怎么知道那个？然后就是做一个跑马灯，就只会放一个状态。可是这个我们就担心，
他们很敢，他们永我分享的是他们，他们永远敢，那我永远想，不然我们不会写东西，这会不行，会写的太这个太甩锅了，太甩锅，但是我觉得有一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真的很敢，像光那个，我就讲那个救火这个东西。原本我们只是做医生排班，然后加救火这个东西，我记得没错的话，当初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才把它做完。我这边的操作是很赶，对，就是很赶，就是可以做得完，但是一个很赶的状态。我们就比较不会去认真仔细的去想说，没办法，许多多的东西，片这是第一个，对吧？就是说我们整个，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架构的更好，或者这件事情就会，哎呀，先放放，会拖延，会先放放，然后每次都先放放的结果，你看到这个东西，那就不是那个边框。我只能，他那个 calendar 一天一天抓，那是什么概念？是一开始想到只有抓一天，想说抓一天比较方便。哦，因为就是，因为我直觉会告诉我说，你一夜最好越少连线，然后做这个事越好。对啊，不过应该是说我们那时候，反正说能动就好了。因为应该是这样讲，那时候 UI 很严定，那 UI 的变化性太大，我们就直接先抓。API 跟 UI 没有跟上脚步，然后后面也没有讲到。因为就是说我反正已经可以动。对，因为我们就直接说，我就说我，因为我不知道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有好多种想法说，要比如说。一个月或接下来看一个礼拜，或者是看怎么样的，这些都很近，对，所以就变成说，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刚只有看一个月的时间，那时候还说要还有一周的，对，一周，然后还有当天的，对，我有看到陈志马有留位置，对，路也写好了，那时候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我那时候想法最快，然后 Big Calendar 我是拿得到。哎，我跟经理看，没有 Big Calendar 是开源，我跟你说什么？哦，就是你看那个 NBA 里面有，里面没有，我在跑他。他是 Calendar， 但是不好在跑啊。没有 ，Fuse 就是接他的，那个 PHP 的 ，Fuse 他自己都是接 Big Calendar， 那个 PHP 的后端忘记。他也是接 Big Calendar， 对。哦，就是我虽然买 Fuse， 但是他不是全部自己做，他不是全部分的，他功能是外置的。对，所以其实我回去研究一下 Big Calendar 正确的对，然后如果真的不行，就找一个疫苗的动态，我不会看他，如果他觉得 OK， 他给我。先从频道这个阶段就是，如果他也许的忘记啊，哦，对啊，还是说其实在场景的里面，频道这个阶段就是全部都好。对，但有后来就不用，因为说我方去是知道那个资料库的结构，不是，方就是要知道别人他的事情应该是第一个是方全执行嘛，然后第二个是 pass 执行嘛，然后又回到后面又要这一整年下来，我的日夜颠倒，变成有的时候变成早上六点才睡，对啊，这个是我刚刚讲的。然后跟早前被别的同事，所以是新版的方向。那我觉得我怎么这么晚才上线？好像我是这样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啊，就是说，还是说我问西尼能不能拉一个最新？他那个买的是直接买断，然后直接还是说他可以 update？ 所以我想说，我就这样慢慢练习就好。买当下那边，他是买断，他是买断。大脚锅，他买哪一个？如果有新的要另外付钱？不是。对，他是买的，你可以再下他最新的，你可以下他最新的，好像是那种最新的，好像是说他的那个财务比较那个的，就是说是后置的，对。哦，你说如果要进线问的话，只能问六个月内。对。他购买日期往后推六个月，超过就不能问。
但是两个都更简单，哪些是用比较好的工具去做事啊？我问问他，不用每次都是那种最新的，直接去，直接去上那种 SQL 的句子串串的那种排列包，说不定可以啊。你说 UK 的那个？对啊，说不定就是啊。对啊，是刚刚。OK， 你是不是讲那个什么？暂时下。Java 刚刚。对，刚刚我。它是 email 吗？啊，这个我用过。哦、对，它是 email。这个我用过，我用它来下载那个 WordPress 的样板。哦，真的、哦？你那个 Fuse 有买吗？这个套件，那个 Tumblr 有买？买是买这个吗？不，等一下，你这个 Fuse 哦，不对，我不是买 Fuse。哦，没有，我想说买 Zenus。我想说，如果他要买 Fuse， 直接卖掉就好了。没有，他是买 WordPress 的。哦，我是买那个。WordPress 的那个 Taylor， 那应该是他自己的 Hero 什么的。这个 Hero 我都还记得，因为那个 Camilo 跟他的他日写什么意思？这个谁写的？那段谁写的？那段谁写的？看一看的哦。了解。才知道问谁啊？我就才知道好那个最后一个成功的十二点评评完了，教主上交，我们没有底款，我最近有问到他不知道过，就是没有底的，没有，他是个教主，他跟你一起上的，一起知道上而已。没有，他没信。不用啊，就是到时候拿个平板把他这个挪上去，整个去看。只要一个重点节目就好，这不是上正面的，这是什么东西？你说有同事在这边？他不是，脑袋放在这边，然后在上面。就理论上应该是反过来，也不是反过来，因为他也有工作啊，对啊，还报纸嘛。你刚写了吗？对啊，我刚刚在写了。你知道其实你可以，免，其实我以前写 PHP 是直接，就是有完全没有过，就 pure 对，然后自己不然我可能自己写给你，就是那个文章什么那些，就是大概一个小，因为都是小花卷，所以还。哦。后来第一次听到大花卷。画面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的前工作是C小的。然后拿到。所以现在就是直接。你知道拿到我可以配 React 吗？然后我的。这。然后我一开始。嘿。成功完成的图。然后 Bootstrap 就是什么？成功完成了。哦、让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我记得我还在 CC 的地球的拼图成功完成了。你可以试试看用 React 做前端，因为我发现我现在成功完成了。好，就这样子，我们直播就到此结束。